数十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穆三，只要你肯交出魏七无和叶静一，我也不想破坏往昔情谊。火桑阿萨西，我霍桑阿萨西今日既能参透这二元论的间隙，将来定能突破鬼魔之祸，剔除仙教教义不当之处，引领众生走上自由之心，就是光明之意。霍桑，你看前面就是中原了。穆萨，这一步踏出便是叛教之罪，你不后悔？光影之名，此生无悔。可以望成神之名，披荣光，令世人称颂。把人心占领，尽全力将天下掌控。创世时，光阴变无声。仰慕光明，身若微凉，身若微凉，世间诸恶怎会横行？白烟霞，你又会今生？世上本无阴阳黑白善恶之分。只有我阿萨辛能勘破真理，光明圣火才是真理之王。哼，阴阳不分。霍桑，你在怀疑什么？我之疑虑皆来自我心。穆萨，你永远不知道我的痛楚。好，好。那么从今日起，我走我的光明圣路，你坐你的真主宝座。只教于这山风行，一场风波山吹起，但愿长哭而不醒，为光明燃尽此生。夜心已平静，那些曾经臣服于我阿拉木的人，如今却倒戈相向，这世间公理何在？可怜众生，入我圣教，再无苦难。真主，阿萨辛。圣典上说过，世间万物皆为吾等女子而生。只要能跟随圣教主大人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那就用一瞬间的快乐来取代一生的痛苦吧。世上一切非二元的存在，都将因我阿萨辛之名而成为传说。日月同生，光华永赴，圣火长明，
丹心常驻。生不足惜，死不足忧，贪嗔喜恶，尽归哀土。怜我世间，魔尘沙汉，除恶扬善，唯我明教。如今我明教之力，足以与道宗抗衡。众长老听令，随本座一起问鼎中原武林，扬我光明圣威。遵命令。听说明教四大法王联手闯过纯阳心眼剑阵，明教教主独身上嵩山挑战上林方丈杜如，千招之下以火焰退将对方击败，不愧是陆家人。如今陆威楼的势头如日中天，一统武林的野心昭然若揭。教主，他们的地盘可是越来越大了呢。明教虽来势汹涌，却桀骜猖狂，待以时日必将引起众怒。我且静观其变，胜利终究是属于我阿萨星的。开元52年，明教势力迅速扩张，唐玄宗颁布破例令，解散以明教为首的系列邪教组织。明教气焰嚣张，无视玄宗之令，遂龙颜大怒，下令全歼明教，格杀勿论。天策弟子听令，诛杀邪教叛逆，活捉反贼陆威龙。就凭你，也想抓我义父？先过我这关。杀！爹爹，左护法张哥，右护法铁衣，四位法王叔叔，全体殉教，大光明寺已被攻破。燕婉，现在你就跟着你七叔走，其他的人都要小心。其余众教徒，随我远赴格兰朵大漠，重燃日月明尊的圣火。教主，是怕了那些东土狗吗？有血性的教众，就与我留在此地，与中原人拼到底。你要雪葬我明教弟兄，成全你的阴谋私欲，休息。教主，废除圣教教义，罔顾明尊之法，如此种种，罪无可恕。这谋逆之名，恐怕你是担定了。谋逆？我陆威楼何惧谋逆叛教之术？不过从头再来吧。天策府重创明教，那个人生死未知。穆斯，我不是他，若教主念念不忘，何不前去助他一臂之力？我与他已分道扬镳，两不相欠，他日再会必刀兵相见。今后中原就是我红衣教的天下，明教若想卷土重来，也要先问过我阿萨西。中原终将是我囊中之物。
好时节。